我要恭喜这十位得奖的年轻人，他们都具有杰出的领导才能。我要恭贺世界女性总会创始人大哥洪桂花，再次恭贺所有的得奖者事业进步，身体健康。带领国家的女性朝向更光荣、更辉煌的一面。我呼吁更多的人能够提名那些年轻企业家来参与 UCW 2017年杰出十大青年奖。谢谢。